次那个海外的培训委员辞呈回来研习哈、受证，那南投核心区承担的是有关衣物请购组，那我们的师姐们很有创意哈，据他们说和合护协是三才哈，一个是天才，一个是人才，一个是通才哈，一起合作来制作。那这个鞋板就是为了要让学员们呐、来量他们的鞋是尺寸多大，所以呢，他们想出用这样子蓝布哈、做出每一个的鞋板哈，会一个一个的鞋板哈，用立可白先把它画出来尺寸的大小，然后下面会垫那个那个叫什么止滑垫，止滑垫，让它能够来到这个摊位之前哈，就能够踩下去，就知道自己的鞋号是几号，那方便我们的那个师兄师姐帮他取他适当的鞋号来穿啊，那这样可以加速他们采购这请购这个鞋子的时候哈、能够节省时间，然后也可以让整个流程是很顺畅这样子啊，然后到时候会放在就在鞋子请购的地方哈、放在地板上，让他们直接可以去量它的尺寸这样子。